那个火鸡面。还有猪蹄卷。必须搁大粉条的。这个调料现在有活动，到时候给咱们发10包，5包红烧的，然后5包黄焖的。太大锅了。一会儿再慢慢啃那个。这个汤泡的秘方老香了。拿了个勺泡点汤，这个汤不泡饭简直白瞎了。